最后一个嗰时就要靠呢个打开嚟，呢度有个天灯走入到呢个呢个出嚟啦。好，连续放两个落去，再开机。壳剥出来看一下是不是糖心，有没有煮好？来，哦，没有完全熟透，就是煮了六分半钟。这个中间，啊，这个老友，这个是漂亮，糖心蛋，这个就稍微熟了一点，就是刚刚剥皮机剥出来的，剥壳机。